我是刚刚在车站那111年。哦，有声音。1月20号，嘉义。哦，快快快！20号，那个这个边是嘉义的阿里山铁路园区哦，阿里山铁路的铁路园区。还有888，很赞呢。啊，看到了。哇，人生第一次看到，哇，蒸汽火车哎，人第一次看到阿里山家那个柴油车头。超酷的啦 ，DL34。到下面啊，专门都在给我们打激光片。那拜拜，下次再见。